的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难闻。这个小狐狸味儿啊。那个是腰腿疼，血糖高，他冠心病，闹小孩的，还他发了老爷病了。到了有40年吧，他就是办个什么，把被子摊摊开，让大伙看，你看被子的这个血。就成稀的被子的话，咱们棉花被呢，还就是些臭，他们被子的血，咱不知道咋回事。我判定的话，这些产品是什么产品？先看它长命长治，看一下。